我第一次看这把刀切肉，第一次。啊。因为平常我是有吃素嘛，然后我平常也不会煮这种东西。我一定都是，如果煮肉的话，我就煮肉片最简单。我想尝试自己煎牛排。煎牛排也不用切啊，对，煎牛排还蛮简单的，对啊，不用切，简单。我手超酸，你知道？看得出来。用碗底磨一下，是有用啦，但是就是用处不大，它这个已经不是不利的问题，已经不是刀了。感觉就是刀本身，它那个没有那个很好。可是我跟你们说，有另外一把，用碗底磨，你们要注意，就是要平均哦。如果你没有磨平均的话，反而会变得更不利。有另外一把，等一下，我记得有另外一把，左右路。